参加七喜圣诞树许愿活动，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写下来。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想穿越到古代。你穿越小说看多了吧？怎么，许个愿而已嘛，又不用当真。怎么回事？没有穿越。七喜圣诞树许愿活动，你有什么愿望？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想穿越到等等。你是谁？这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文信，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爷爷在临死前交代我，务必在今天把此信交给你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正在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你。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你，千万不要许愿。一旦穿越到古代，就永远回不去了，还会娶一个小月月做老婆。切记，切记。你们再搞恶作剧吧，什么也阻止不了我许愿。这封信一定要保护好，务必让你的后代亲手交给我。你们再搞恶作剧吧，什么也阻止不了。慢，我这里还有一封信。你又是谁？难道这封信也是你家祖传的？没错，这绝对不是恶作剧，千万不要过来。除了小月月以外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，连卫生纸都没有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莫名其妙，什么也阻止不了我许愿。莫名其妙，什么也阻止不了我许愿。等一等，还有，你这个笨蛋，告诉你不要许愿，你怎么偏偏就要许呢 ？P.S. 如果真要许愿，那就帮我们带点卫生纸来。怎么越来越看不懂？什么也阻止不了我许愿。开始了吗？你越来越看不懂。什么也阻止不了。我们真的很需要卫生纸，这里的竹签太难用了。为了怕你忘掉，我们特地让你眼前这个人给你带来一些卫生，还有一箱饮料。等一下，卫生纸已经够用，还带个充电器过来呢，手机快没电了。等等。刚才忘了说了，我们还需要手电筒、电脑、最新的游戏以及 DVD， 另外还需要一块手表。我们打算把手表献给皇上，让他赏给我们几亩地什么，这样我们的后半生就不用愁了。一定要来哦！我不去了。怎么还不来？急死我们的后半生就指望他坑爹了，这是。来，许个愿吧。后续故事及更多精彩圣诞许愿活动，请登录 7up.com.cn 和七喜一起点亮心愿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干什么？我能请吃个晚饭吗？在哪儿吃？
难道你不知道七喜的中奖率高达27%吗？你看，中了！你看，又中了！七喜再来一瓶，中奖率高达27%，更有机会赢马尔代夫游。